碎片。懒羊羊找到碎片的位置了吗？懒羊羊的房间又这么乱了。你们怎么都在？雷达响了，我们过来看碎片的位置的。雷达，其实是我的闹钟响了。都好几天了，为什么雷达还是找不到海洋之心的碎片呢？好消息，村长，你们和灰太狼已经将所有的碎片收集完毕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吧！明天我们就过来跟你们进行碎片合并，你们快准备一下吧。我也要准备一下，明天就可以搬回去了。孩子们，明天见呐！村长再见。灰太狼居然主动要求和我们合并碎片。对啊，以他过去1000级的表现来看，这肯定有问题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慢羊羊爷爷，慢羊羊爷爷，我舍不得你走。小灰灰，红太狼，傻孩子，以后你可以随时到羊村找爷爷呀。而且你看，爷爷还为你准备了礼物。是护目镜。你老爱看电视，只要戴上护目镜就不怕近视了。谢谢村长。红太狼，我也为你准备了礼物。我也有。这段时间打扰了，这些礼物就当是谢礼吧。这是省力手套，以后无论你买多少东西都不怕重。谢谢慢羊羊。你怎么还在这里呀？快走，仪式要开始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我也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呢。礼物？爸爸，你看，这些都是慢羊羊村长给我们的礼物。你的在那边。没想到慢羊羊会给我准备礼物。居然敢捉弄我，慢羊羊，你给我走着瞧。待会儿只要一碰杯子，我请的帮手就会跳出来把海洋之星抢走，那我就能启动无敌霸王枪了。到时候灰太狼笑成这个样子可能有诈。放心，谢大叔已经帮我们找来了一位高手，只要听到打嗝的信号，他就会跳出来帮忙。打嗝这个任务交给我吧。对了，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？是帮灰太狼抢走一个海洋之星。什么是海洋之星？就是个蓝色大圆球。村长，我们要怎么合并海洋之星呢？只要将碎片靠近，它们就会自动融合的。糟了，灰太狼，我们海洋三恶霸来了。蓝色大圆球，
蓝色大圆球到手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要抓走懒羊羊？懒羊羊，快打嗝！三虾米叫高手，请问有何事需要帮忙？可以帮我把地上的碎片都捡起来吗？没问题。老大，这个蓝色大圆球好像褪色了。快放下懒羊羊！懒羊羊，海洋之星为什么合并不了？书上说，只要集齐100颗碎片就可以合并的呀。这里没有100颗呀、啊，明明只有99颗。既然已经完成任务，那在下告辞了。村长，为什么会差一颗碎片啊？灰太狼，为什么会少一颗？你不是说收集了50颗吗？这可能，也许，说不定是我数错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现在马上去寻找最后一颗碎片。是。等一下，灰太狼，你还没给演出费呢。这能宽限几天吗？村长，雷达已经找到碎片的位置了，你看，我们马上出发吧。我觉得你要马上收拾好房间，这次收集碎片你就不用去了。我们出发吧。看，最后的碎片在那儿。事不宜迟，马上收集完了回去。谢谢你们带路。哎呀，被灰太狼跟踪了。最后的碎片属于我的了。抢回来了。怎么这么容易就成功了呀？别管这么多了，先回去合并吧。嘿嘿，别以为这样你们就能成功的合并，那只是我在远程控制着天狼号，好戏在后头呢。收拾房间真累啊。我等你出来也很累呀。灰太狼，最后的碎片拿回来了。灰太狼，你不是在泡泡峡谷的吗？怎么可能比我们回来的还要快呢？那只是远程操控，我本人一直在这守候着呢。什么？我们中计了？废话少说，现在懒羊羊在我手上，拿最后的碎片来交换，怎么样啊？太狡猾了。村长，现在怎么办呢？不能不管懒羊羊，交换吧。还是慢羊羊懂事。合并吧，海洋之星。已经不再需要这个魔法了。成功了，污染源吸光了。好，海洋之星上膛。无敌霸王枪复活了。大家快上船。想跑？天狼号开炮。危险，给我打，不要停。糟了，居民被灰太狼射中了。众人有什么吩咐？无敌霸王枪配上海洋之星，果然能让所有的生物听话。快去帮我捉住那些潜艇。是。居民被灰太狼控制了。
对了，鱼多好办事，设更多的鱼来帮我捉羊吧。灰太狼，现在海洋之心还处于转化期，能量很不稳定，快拿出来。那等我称霸了世界再拿出来也不迟。小的们，给我上！海狼被包围住了，村长怎么办啊？他们都是被控制的无辜居民，不能伤害他们。那就乖乖的跟我回家吧。红红今天吃羊了。真的？当然了，要庆祝一下我实现统治世界的梦想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要发泄。我要发泄。别再发泄了，给我散了。是。我说那些鱼太亢奋了吧。灰太狼啊，海洋之星正处于转化期，很容易超负荷的。哼，就你话最多，我先吃了你。啊，你灰太狼，慢羊羊跟我们生活了这么久，还送了礼物，总觉得不太好。哎，手套算什么，以后我再给你做。你受伤了，我来帮你上药吧。还是儿子好，细心为我准备了药箱。这个智能药箱其实是慢羊羊爷爷送给你的。原来慢羊羊真的为我准备了礼物啊。别以为这样就可以改变我的天性，今天我一定要吃掉你。谁又在发泄了？什么？是天狼号的无敌霸王枪。